这个是大概 CAD 出来的一个图形。要不要修一下给它放？然后你修一下，修一下。你别动，它现在这个黄色的线段就是说明现在你在修改的那个线段，它会跟着一起走的那个光标。你需要修改哪个角度移过去就可以了。它已经在里面重新输入成了那个数据。他们两个刚刚修了是这个角是不是？对。然后刚刚修了这个角，这个角就跟这个角有点区别了。还要修吗？